你看我们到了、啊，你看这是三十年前的车子，三十年前这么流行。你确定是在这上面吗？在上面。它是我边形，行脚车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会有很多人来探险的意思。哎，真的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大德。这个叫什么？幸福乐园。住台北人都不会太不陌生的东西。不会太不陌生，不就是很陌生吗？不会太陌生。听说是这样，就是这里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这么美的地方，我能想象这里是一个鬼乐园。然后等一下又说，你们应该在晚上才能遇到鬼啊！你想我在乡里摔死吗？我用这个牌子吊打你们这些人。世界上每年游乐园设不设？这是游乐园哦，就那个上面是游乐园。你要不要上去看看？感觉像军营。是，应该可以往上。这里曾经是摩天轮，摩天轮这种地方长摩天轮。它是摩天轮，我很难想象。它是这样立起来，然后这双是在别人压死，封住还是怎样？还有旧的那个登山步道，这又不是 RPG， RPG 你觉得？RPG 你会看到前面有个纸做的树，然后说你还没学会金河斩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摩天轮能掉下来砸死人也是蛮丢的。不是，是他们在拆的时候砸死。101有死过工人啊，101没变鬼警备了。这掉下去可不好玩，就真的要变鬼警备。这里掉下去又更不好玩，哪一个地方掉下去感觉不好玩？从我家楼梯掉下去，感觉蛮好玩的，还是蛮痛的。它里面还有一个喷漆壁画，好像也是蛮有名的一个景点。它有地方很下去。没有带登山绳吗？带登山绳。爬下去啊！这里面应该只有人乱涂鸦吧？其实这个好像是一个游乐设施吧？这个是游乐设施？什么？小摩天轮哦？谁知道小摩天轮这么小啊？给蟑螂做的。现在还在运行。这里很适合那个睡午觉。对。比罗子步道，哎呦，干嘛？裂成这样子，龟裂啦，孤裂，军头龟裂。他这边好像什么土地公庙，对不对？叫土地公庙。什么为了镇守什么鬼，就是这种在解谜游戏里面就会出现很奇怪的谜题。然后在那边挖石头，看这边就会说细密上，你知道是干嘛吗？他只有这几个单字。Julian， 好，我看不懂他在写什么。这个解谜实在太难。他这边他就安安你好，真爱。蠢爆了，这是国中生写的吧？这感觉是超以前才会有的字幕，这可能是八零代青少年会在那种机车上面贴那种追梦人的人啊。然后把喇叭下面还会要贴那个他的明星之爱。然后喇叭开超大声，一直放瓦莎米。听过瓦莎米吗？现在这个时代。奇怪的地方。我觉得应该是开票。开票。好可怕、哦！这边一整排好像都是，之前都是游乐，要么是广场，要么就是小游乐设施。怎么会有一堆呼啦圈？很多呼啦圈在这边，奇怪。你说这是喷水池？对。里面还有水啊？好喷水。你知道伊藤润二的漫画看多了，总觉得里面会有一个人脸出现。对啊。蜗牛。没有东西。你知道这边恐怖蜘蛛血多少颗星吗？多少？满分五颗星，它四颗，所以有三颗应该是这个观鸟壳带来的。我感觉今天是来丛林探险的、啊，谢谢各位。标题要改成亚马逊丛林探险。鞋子哎，好小哦，好恶心，好恶心啊！恶魔的果实，茄子就是烂掉的卫生纸啊，然后再加上紫色药水，无法理解的东西。对，你也觉得难吃吗？我不是觉得它难吃，我根本没吃过。对，它觉得很好吃。我一看到我就不想吃了。烂掉卫生纸到底很好吃？就是烂掉的卫生纸。快点，你要去看五把天女。叫什么？本座。神座啊 ！Dancing Baby 耶！真的可以进去吗？我害怕了，不能进去。哎、欸，这个地方不错哎。哦耶，终于有了。其中有一点像样的东西了。对，到了有点好像新的东西。快点，快点跳天舞法。天舞法。啊，对啊，就是那种小孩子涂鸦啊。邱佩奇死女鬼，全台湾那么多邱佩奇，在这边壁画的也蛮有勇气的，蛮厉害的，画的真好，真的太差哎。那个到底是不是眼睛啊？它的美工有够烂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边有雨伞哎，我雨伞坏掉了。那你可以带。要捡走吗？这些鞋子掉在那边，盖到了。就是吓到跑走。掉太激动。他一直跳护舞法才会那么激动。你真有看。那我只是昨天在整理房间的时候，我一直放，然后我就一直看。啊，画的好可爱哦。好恐怖的。蜘蛛网，这样可以拉，压出来可以冲。可以吗？啊，是这种机动式的。你拉拉看。Dancing baby。Dancing baby。哎，他会弹，而且弹力还蛮好，所以应该是蛮好。
看来这边还是有在打扫。如果他是我雇员工，我就开除他。他在我家扫地的话，他要付钱给我。哎呦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龙源啊？普龙啊？普龙宝宝？不会进化的那一只吗？会让 Pokemon Go 然后用某个球把它戳破。你这样丢下去把它砸死。好大的蜘蛛网啊！意义不明的涂鸦。还有那边，那边其实还有一个。这个有人是血尿了吗？血尿会血在那边。这边还可以走吗？那边明明就还有东西。可以吧？我走走看。嗯。感觉难走。过得去吗？你要爬过去哦。我要这样啊。咻咻咻！被树挡住了。好像需要什么东西。捡到了没用的纸片。然后开始跳舞，跳舞房。这有洞哎、欸。这是贞子的旧家吧？你要从那边进去哦。这个上不去啊，要有一个高度。上面会不会有洞啊？可以钻下去。就跟你说你没有打指令啊，那你打、啊。你知道这是干嘛的？登山绳啊？不是。在干嘛的？不知道。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吗？是楼梯。校长就是站在这边讲话、啊。太矮。他那边站学务主任啊。其他这边就是站班长，他这边就是站导师，所有导师都挤在这上面。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第一名把他推下去。所以我们不进去吗？你要进去吗？进不去啊。走啊，走啊，走啊。所以放弃吗？那我们进去。我进不去啊。那我们是不是要站在这边跳一段天舞吧？好。是啊。好，我是小叶。拜拜，拜拜。天舞吧，天舞吧。那我们是不是要站在这边跳一段天舞法？好。可是我想要跳混舞法。好。你知道天舞法主张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是个边缘人。哦，你很弱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。现在最流行呢。臭宅。他支持人性本善啊。那混舞法支持什么？谁知道啊？你很弱哎、欸，人性本恶啦。你知道我在干嘛、啊？那你就要去吃糖醋大白鲳鱼啊。那你就要变安德鲁啊。我就觉得他用1000块买烟非常可疑，我要跟踪他。比较可疑的是为什么他要买三文治？他为什么没有点大家都想要点的套餐？对吧、啊？